村豬仔很集中，同時等佢打開個感官聽音樂，咁佢就可以慢慢將自己抽離翻出嚟，翻返你個耳仔世界。即係突破咗一個接觸陌生人嘅關口，三爺嗰邊啦，先生學到嘢，係話社工學到嘢，小朋友學到嘢，咁最後我亦都希望家長都學到啲嘢。饮料的时候，我给你那个汤，他还非说一定要让给我喝，非常感动。对，就希望他能融入社会，就是不是说社会来宽容他。